包 ，free 黑卡。哎，我看 free 黑交换券，不啰嗦。哦 ，free 黑交换券，我今天我直接抽一个耳机给大家。什么先抽奖？什么都没中还先抽奖？不要要求这么多，各位。今天3%的几率，3%的几率，只要开到 free 黑卡交换券，我就抽一个耳机给大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互动，这是一个互动台。然后呢，如果中黑卡保存券，哎，那抽一个小夜灯。其他的不好意思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没办法，其他都是小烂烂，都算是垃圾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。哎，九九订阅你，对，不好意思，连续开台了，是是是，谢谢，连续开台，好吧，来各位，现在，请大家在聊天室把我的一个好朋友请出来，哦，这个东西我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一直讲说，哦，我太拖时间，如果不拖时间，可能你们会比较喜欢看，但是我觉得你们错了，今天。就算我今天拖时间，但是我该做的仪式还是要做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仪式，才会获得这样如此的奖项。是的，各位观众，在夜黑风高、玉树临风的夜晚，当你想要。获得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必须先集满七颗龙珠。当龙珠集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召唤出神龙出来。神龙可以免费的完成你一个愿望。现在，让我们来一起来收集七龙珠，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三颗星，四颗星，五颗星，六颗星，七颗星。七龙珠，说实在，看到这边有腻的打加加，看腻的打加加。咦啊！各位 ，OK， 佛力杂大王来啦！各位，你们看腻了没有关系，佛力杂大王我已经把神龙砍掉啦！杂哈哈哈哈哈哈！接下来就是我佛力杂大王的天下啦！咻！啊！神龙死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哥哥，神龙死掉了，愿望怎么办？嗯，抱歉。哇！哦，神龙又出来喽！神龙，大家好，我是神龙。为什么我又出来嘞？为什么我又出来了嘞？因为刚刚是演话剧。现在才是真的，没有错，各位，神龙一出，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愿望。神龙一出，你就可以呢。老板，抱歉，刚刚说错话了，但你可以不要像喝酒的人吗？其实我没有喝酒，我喝的话会很震惊，好不好？神龙下面那根黑黑的是什么？哦，抱歉，我跟你讲，神龙下面黑黑那根它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。那个叫做绝缘胶带哦，就是缠电线的啊。为什么神龙脚上会缠个电线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这只断掉了，所以我拿这个绝缘胶带把它粘起来。抱歉，因为我们比较客难一点，比较客难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神龙一出，只好入珠。哦，碎碎碎。感谢 NEW50373 的订阅，爱你这句话经典。神龙一出，只好入珠，没有错。神龙一出就是要订阅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观众，现在不啰嗦了，大家一起喊了，聊天室倒数321，我就开
然后呢，废黑保证券不啰嗦，来，铁修罗电竞耳机，但是我不会送铁修罗电竞耳机，我会送另外一个牌子的耳机，也就是说，我就会送一个电竞的小耳机给你，市价绝对超过2999块，各位，是不是？是哪一个台这么疯？是哪一个台这么疯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今天没有吃大麻，我纯粹就是想跟大家互动。一去阿了，其实我开台我是很想要跟大家互动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跟大家互动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三，跟我一起动一动，好，我们带一点小小的音乐。哦，带一点小小音乐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稍微互动一下。好，哈，呼，哈，呼，跟我一起动，呼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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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下 ，Go Go， 拉米哥，互动。裂空三小，听不懂，可以再抖一次吗？是的，我们去球场有没有？就是跟着啦啦队或者是实况组一起互动，哈哈哈哈！干，关掉，仪式弄这么久，弄那么多，结果 LV 5就好笑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中 LV 5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我。一个月不除此，好不好？我一个月不除此。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废黑交换券抽耳机，市价2000块钱。好，来，数到三，开下去。不管今天你的爸爸不是你的妈妈，你妈妈、你女朋友哦，你妈妈跟你女朋友都一直叫你不要看这一台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现在把这一幕。你说妈、哦，你就把手机、把电脑音效打开。你要跟你说妈，来，现在这个实况组要开这个礼包。如果实况组这个礼包开到很好的奖品的话，他就会抽奖。好、哦，这是全台湾最佛的实况组，而且他已经是属于过气的实况组，但是他还愿意如此的牺牲。这个实况组我们一定要支持，妈，请支持他好吗？哦、我跟你讲，你妈妈绝对以后你看台，你妈妈不会再吵你，相信我，你就这样做 ，just do it， 你妈妈不会再吵你。各位母亲，各位女朋友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哦来开这个礼包，我数到三开上去哈、哦，中废黑交换券就抽奖，三、二、一，废黑交换券。OK， 有黑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台只要有黑这个字，我就开心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因为我黑哦，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卡片来的姿势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好、哦，小夜灯一个，小夜灯一个，订阅有小夜灯有，没问题，三月订阅通通都有小夜灯，小夜灯今天至少抽一个，所以我会跟你讲，各位，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，你们一直说我拖。可是我一次做完之后，该有的就得到了。我想问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在开包的时候，你们有跟我一样用仪式吗？你们会不会就是三五好友，然后呢，一样就是用一些仪式，会吗？还是用一些大法？你这边有抽耳机啊，又不是废黑卡保存券，游戏规则要讲清楚。说真的，不会。小黑灯什么时候回啊？还没那么快。小黑灯还要再稍微等一下。哦，炎迪，谢谢。下面黑吗？这句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下面黑吗？哎呀，我眼睛也。下面黑下。下面应该是用
下面没洗澡是会黑的，没洗澡会黑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小夜灯，等一下抽一个。现在39个挑战券一样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我们开始来怎么样？开始来冲等。那我这边杂牌哦，经过我昨天的一个落后，到最后九局下半追平，到最后又这个被输掉这场比赛，跟杂牌交手之后，我整个人恍然大悟。然后呢，我跟这个好朋友聊天之后呢，我发觉现在杂牌，我在这边偷偷告诉大家，你们是新手，你们对这游戏不是很了解的话，听听看我跟大家的建议。现在是这样子，就是杂牌除了 DH 一垒、三垒，你不用开爆发力之外，其他的守卫你全员都要开爆发力。然后 DH 一垒，你或三垒，你可以选择开手打席放在一二棒，这样子会有安打几率增加，而且呢，并且会有触击大师。然后呢，加上你的职员一个第九棒的触击大师，也就是你的第一棒、第二棒跟第九棒通通都有触击大师。然后呢，中间当然就是黑卡跟双跳、三飞扑快传。各位看看我这个东西，这就是我教给大家的。看实况，你们要学到东西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昨天晚上关台之后呢，我个人已经先把这个帕梅洛，我已经把它先成六等，而且呢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呢已经给他中的是，那个要怎么看？哦，手打席训练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开到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安打训练 10%？ 所以现在来，只要跳背就抽奖。而且今天加码，为什么今天加码？因为今天是我哥生日啦，什么理由都有。今天加码，今天只要跳一张，我就抽两个小夜灯。你说老板为什么感觉你小夜灯很多？没有错，因为他一次要做很大量，然后呢很多钱，一个成本加上运费加上开模，直接讲啦，开模2500啦。开模2500了，然后再加上每一颗，你可以自己大概算一算，你就知道说你没有个五位数哈，它是这个是做不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一直送小夜灯，是不是小夜灯很烂？错，因为很好，可以充电脑周边吗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抽电脑周边？可以告诉我，我这个台为什么可以抽到电脑周边？来喽，各位。开模，不是开抛，开模 ，OK？ 来啦，梁天是打七，对，梁天是帮我七起来，好，把那情绪带起来，好，情绪带起来，好，一直帮我打七，大家一直当这个七七七七七抓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它就会反馈给我们七，只要有跳，今天跳一个就是抽两个，跳一个就是抽两个，好不好？来，39次的机会哈，来，希望第一次，不啰嗦啦，我如果按下去第一张就过的话，直接不啰嗦，先抽五个啦。好，不要再问我说小夜灯是不是很便宜，小夜灯很贵，但是我就是做很多，所以我就是要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一二三，归类。好的，五个没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啊，开始冲哈，有过就送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卡卡的？你们有觉得这游戏有卡卡的感觉吗？就是 会有点卡住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会过吗？35张，我怎么觉得好卡？来，我先换隔壁这张好了，换隔壁这张。
哎呀，真是雪特啊！过，过，难受。各位是否也跟我一样有点难受？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有点难受？看着我这样没过，我相信你们也感同身受。过，欸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挑战成功了。阿乐，帮我过一下，阿乐，我爱你。难受。目标啦，目标就是把这两张把它冲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倒数第四张就会过了。倒数第四张就会过了。真的假的？太神了吧！可以完全知道。工程师，其实五等跳六等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有机会。而且现在五等跳六等，它是不会显示的。难受啊！剩十五张。红心辣椒海山，开个六给他，让他赢庄家100块，不是，是让他可以继续储值赞助游戏，让我们再战10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那个，好像打的字有点多呢。哎，这样规范一下哦，以后一个字一块哦。可是问题是，这游戏都不会过啊，他都不会挑战成功啊。七，跳一下嘛，让大家知道说这游戏还有可玩之处啊。欸，昨天那个减账那个什么568还是586还是8856忘记了，第一张帕梅洛也是7等呢，对不对？输让我们输丁啊，各位，我看到这种账号比我好的哦，我就很想要继续储值。就这句话讲完之后，他一堆人传很好的账号给我。其实你们错了，我不会因为看到这个我就动了凡心。哦 ，Good！ 一个游戏哦，之所以好玩，各位就是在于说哦，它能够今天。你2000块给他，然后呢？怎么样？然后呢？哦，然后他就马上给你一个7等。这种反馈的游戏，全台湾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另外一个游戏的亚洲 No.1 线上棒球游戏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哇靠！倒数第四张真的跳哦！刚有人预测到陈一，他刚讲倒数第四张。对，你是神，我是神经病。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准？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神的预测？为什么是这样的？因为你是工程师吗？那对我送2个，但是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，是说我剩下这3张还会不会再跳？来，哎，这个截图一下好不好？这 Google Game。Google 哦，6跳7赞，来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现在还有几张，3张，会不会跳？会不会跳？陈一，告诉大家会不会跳？这个跳，不啰嗦，3张以内跳，不管是6等跳起来，我抽耳机，
刚刚那是小夜灯嘛，两个嘛，我再抽耳机，好不好？我抽耳机，三张过就抽耳机。来，好，各位准备哦，过。抽耳机不会跳啦，跳了我抖那两万。来截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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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截图。一个游戏之所以好玩，就是好玩在各位绝章。来抖那该抖的先抖进来哦，那我耳机送出去，大家开心看实况。来开始，好，开始先我先抖，来先抖，来抖，哎、欸、不抖我跳舞，来抖，在抖内的过程当中，好，我们在等他，好，在等他掏出信用卡。那呢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太久没有跳舞了，好，我为大家献上一首主曲，好，我为大家献上一首主曲，好不好？谢谢苍雷之舞的订阅，爱你啾咪。过两万的车道要做到好吗？我有两万，他也有两万，啊，刚好四万。我有两万，他也有两万，啊，刚好四万，有两万。哎，再加两万，啊！送耳机，送耳机，送耳，送耳，送耳机，送耳机，送耳机，送耳，送耳，送耳机。Get。哦，可以分期吗？可以分期吗？各位可以分期吗？你们，我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无肥虫，我跟你们讲，他算是真男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敢在聊天室发言，表示怎么样？他其实是真男人。但是，先来点诚意嘛，先来点诚意，对不对？诚意都倒了，各位，绝章三，一个游戏好，之所以好玩，就是好玩在于说他可以打脸观众。各位，你看，你看哪一款游戏可以打脸观众？没有嘛？全台湾、亚洲。全亚洲 number one 的线上博弈游戏是哪一个游戏？全民打棒球嘛，对不对？这游戏 Google 来哦，来来来哦，分歧没有问题啊。暗龙宝贝他抖两万，我再抖四万。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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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不要不是不是暗龙宝贝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你会把自己陷入到深渊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看老板难得这么 HIGH 订阅支持了，看老板这么 HIGH 看我这么 HIGH， 我跟你讲，他抖四万，我再抖八万，两万来就是四万，四万八万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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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太多太多，真的不要，但是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，好不好？说到做到，来抖进来，抖内最大包马上改人。四万还有要再上去的吗？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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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这样我会笑到合不拢嘴。但是我们说到做到，我们说到做到。我跟你讲，我耳机先抽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一定抽。我今天如果不抽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不举，我在那边我直接不举给大家。好不好？我今天一定抽啊！说到做到，真难的。各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游戏竟然会跳六等，36张跳两张，我觉得可以玩，我觉得可以玩。大家不要放弃全民打棒球，为什么？各位，不是因为我今天是实况主，我这样讲，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游戏的时光是如此的久，我们的青春，我们的青春。你的青春，你的人生中的精华，我的精益，不是我的精华，
我们都一起度过这个游戏，有欢乐，有泪水，有难过，有低潮，有高潮。各位不要放弃全民打棒球，好不好？退坑的再把它加回来，不用储值太多，你至少对不对？每一个月200嘛，每个月储值200，玩玩游戏很开心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送妹出得去，热情尽得来，老板回来拉66万6666。啊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抖6666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回来，好，大家回来，来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现在还没有收到那个说话算话，所以我还没有办法进行到下一趴，好，所以刚刚那个，好，大家就是有没有自己，好，说到做到，好，说到做到，真男人，好，说到做到真男人，聊天室它是一个属于。我干你的里面剩30，下次还你。里面剩30，下次还我，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，真的，有人是打哈哈哈，有人是真的，不是30这样，不是啦，各位不要这样子。不是 Google 小姐那个 Google 小姐，下次还你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有一点点。有没有人可以再帮我一个忙？再帮我把花15块，然后抖内那个“下次还你”4个字，然后刷很多次。我想听听看，我一直很想再听听看 Google 小姐讲“下次还你”这样子。我里面剩的都比你多啊！剩一剩31块钱，不是？各位，肥虫，它是肥虫嘛？肥虫不是这样子。你这样子的话就让我有点尴尬，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，因为其实他没有逃避。哥，我跟你讲，先不要给肥虫压力，因为他没有逃避，他一直还待在台里面，而且呢，他尝试着去怎么样做一个还款，他只是变成说，就是你还款的一个投期款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概念会让我有一点好笑，是说，就是比方说，我今天要买 BMW， 你知道吗？我去宾士看车，结果嘞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那个我跟那个先生讲说，啊，你这宾士啊那么烂，对不对？这个我100万买走，可以的话呢，你就卖我。结果我靠，他说可以，我干，糟糕。好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次还你当业务已经答应你说 OK 100万卖你啊，结果你说靠北，糟糕，拿不出钱来，你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这边1万块，我先把车开回家。那不是，今天不是我举例在笑，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啦，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我没办法形容，麻烦帮我记着就好。刚刚哦，来各位哦，杰佛瑞斯六的，好不好？杰佛瑞斯六的。无肥虫，下次
下次还你无肥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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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还你，下次还你。不对，为什么炎帝？为什么炎帝？炎帝那个为什么炎帝他斗内他是讲还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奇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人家是变还？其实这我也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有点那个怪怪的感觉了。来了，各位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游戏吼好好玩。最后一张，来，各位要不要赌？最后一张跳七的，最后一张跳七要赌多少？我想要老板，我还要抽奖。靠杯哦，都高潮了，来一直要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们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怕到了，你们说了，各位，你们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说了，你们刚刚看到。肥虫这个两万，你们真的说了，我跟你讲不会跳啦。如果最后一张跳七，我跟你讲，肥虫没有关系，两万块不用给，因为我跟你讲很难。但是如果没有跳七的话，肥虫不好意思，你两万块还是要分期给，好不好？里面剩30米，下面剩3公分。没关系，我下面剩3公分 ，OK。因为呢，我如果硬起来，至少有超过8公分，我就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，就可以让它高潮，这个没问题。来喽，各位观众哈，现在肥虫究竟有没有办法借由这款游戏，然后呢，把他的两万块做了一个归还？哦，做一个归还，好不好？哦，今天我想要去帮他解决债务，哦，我想要帮他解决债务，但是呢，说真的，难度非常高。可是究竟有没有那0.0000003%的几率呢？肥虫，不要说我没给你机会，我把这个赌注交给了全民打棒球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现在肥虫，哦，所以现在肥虫。肥虫，请你在聊天室打七，大家不要打七，你自己打七，你自己七起来，因为唯有七，你才能够少两万。自己七，其他人不要打七。先，肥虫你自己打七，其他人不要打七，好不好？对，自己七起来，你也是真好笑哎，你呢，真的一直七，会惊对不？自己 ，OK 好 ，OK 可以啊，来，我帮你七，好不好？只有一次机会哦，哈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欸，如果真的跳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真的是好游戏，好，来准备。其实我内心是，哈哈，帮我集气，感谢大家，会惊哦，会惊就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会惊就好了。各位观众，其实我内心是不希望他跳了。不要过啊！但是我不能够很明显，我不能够很明显的从我的表情上告诉大家，肥虫没有关系啊，哦，我帮你加油啊，哦！不能笑，不，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表情，好不好？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先躲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不好意思，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眼神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们会觉得。我好像在做什么坏事一样，不行，各位来，好，各位不要看到你的，哦，一次就好哈，一次就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究竟肥虫有没有可能不付这两万块呢？哦，让我们按下去一。1、2、3，开了喂。OK， 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好意思，
肥总，这不是怪我啦啊、哦，因为我觉得呢，这个东西哦，其实有的时候哦，你也是要听天命啦、啊、哦，你有时候也是要听天命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啊、哦，这个我们截图啊、哦，截图，我把这个杰佛瑞斯截图啊、哦，然后呢送到那个你的信箱啊、哦，送到你的信箱，然后你把它做纪念一下啊、哦，就是。最恨的就是这张杰佛瑞斯，所以各位观众来，哦，36张，一张7，一张6，说真的，算是非常棒，真的算是非常棒。所以这游戏哦，我真的觉得大家持续支持，持续支持，每个月花小小钱去满足你内心游戏的雀跃，这样是不是很开心？这样非常好嘛。这游戏我们就可以一直玩下去嘛。好，还没有结束哦，各位，还没有。